好，欢迎走入新闻连连看，我是陈丽娜，请看以下几个话题：新闻连连看，怪事不少见，明星发布会，现场真混乱。大家现在一起来看新闻现场。我现在就在这我们，歌坛巨星艾丽小姐新歌发布会现场。那么我们艾丽小姐马上出现了，来，掌声送给她。哎，这个我得说两句啊，一会发布会现场啊。人家有记者问你识不识谱，你不能说你不识谱啊。对，你说你识谱啊。我就说我识谱。对，要是问你最近档期怎么安排，你说你刚从澳洲回来。不是锦州吗？说澳洲影响范围大，你知道吗？听我的啊。好，哎呀，欢迎媒体的朋友来参加艾丽小姐的新歌发布会啊。好，请朋友们多多的报道，谢谢啊，可以提问了。我可以踩他了吗？可以，两个问题，只能踩两个问题。只能两个问题啊。好嘞。请问艾小姐，网上都传您唱歌跑调，您能说明一下吗？我唱歌从来不跑调的啦。误会，绝对是个误会。我跟你说，艾丽小姐在我们这个公司的大力培养下，现在唱歌呢已经基本不跑调了啊。而且为了证实她会唱歌呢，改了个艺名叫爱唱歌。好，那么我问一下爱唱歌小姐，那么您能证明一下您怎么样唱歌不跑调？您能唱一首您新专辑里的主打歌吗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。接下来呢，我就为大家演唱我新专辑的主打歌。好，两位伴舞。啊，没排呢呀？不会啊。搓澡会吗？搓过。他老跟人家搓。来，上道具。这还有道具呢。误会，绝对是误会。哎，艾丽小姐这两天身体不舒服，严重不适啊。谁误的也不能会，我告诉你。你不舒服？对对对，我这两天身体有点不舒服。我哪儿不舒服？眼神不好。眼神？我眼睛不太舒服。眼神不好，你嗓子。其实呢，我是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现场效果嘛，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，对吧？谁打我眼睛？谁打我眼睛？保安！应该打他嘴。朋友们，假唱能到这种境界也是登峰造极了啊。